社区长辈展现平时训练成果，带来活力舞蹈表演，也为大同区年度运动会炒热气氛。一大早，各里里民集结在忠孝国中活动中心展开誓师活动，紧接着有考验手眼协调的闯关游戏，不管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尽兴。挑战性吗？我觉得定有几棒吧，因为老人家手会比较不稳，我们年轻人还好，对，觉得还不错啊。其实就是大家来运动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里大同区来办的每年都有一次的，让我们大家都有运动的机会。大同区运动会每年都吸引数百位民众热情参与，除了可以亲子同乐拿好礼，现场还安排许多宣导摊位，让大家寓教于乐。最重要的是能鼓励年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多走出家门，活动筋骨也能联系感情，让长者走出家庭，哦，来多运动。那也顺便借由宣导我们政府的政策，还有一些闯关的活动，来兑换让他们拿一点纪念品，哦，让长者来寓教于乐。推广全民运动，大同区运动会一年比一年盛大，参与民众更是收获满满。借由活动增进邻里感情，营造友善社区环境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